今天我们来接着做第二期，绘画后不一样的植物都长什么样呢？猕猴桃，正常情况下的猕猴桃，绘画后的猕猴桃。岩浆番石榴，正常情况下的岩浆番石榴，绘画后的岩浆番石榴。火柴花拳手，正常情况下的火柴花拳手，绘画后的火柴花拳手。火龙果，正常情况下的火龙果，绘画后的火龙果。电击蓝莓，正常情况下的电击蓝莓，绘画后的电击蓝莓。原始坚果墙，正常情况下的原始坚果墙，绘画后的原始坚果墙。原始豌豆射手，正常情况下的原始豌豆射手，绘画后的原始豌豆射手。火焰花女王，正常情况下的火焰花女王，绘画后的火焰花女王。原始向日葵，正常情况下的原始向日葵，绘画后的原始向日葵。原始大王花，正常情况下的原始大王花，绘画后的原始大王花。龙猴草，正常情况下的龙猴草，绘画后的龙猴草。冰龙草，正常情况下的冰龙草，绘画后的冰龙草。魔音甜菜，正常情况下的魔音甜菜，绘画后的魔音甜菜。电流醋栗，正常情况下的电流醋栗，绘画后的电流醋栗。桃脱树根，正常情况下的桃脱树根，绘画后的桃脱树根。喇叭花，正常情况下的喇叭花，绘画后的喇叭花。地锯草，正常情况下的地锯草，绘画后的地锯草。风帽菇，正常情况下的风帽菇，绘画后的风帽菇。鱼钩草，正常情况下的鱼钩草，绘画后的鱼钩草。气流水仙花，正常情况下的气流水仙花，绘画后的气流水仙花。铁锤兰，正常情况下的铁锤兰，绘画后的铁锤兰。双生卯兔，正常情况下的双生卯兔，绘画后的双生卯兔。树林护卫，正常情况下的树林护卫，绘画后的树林护卫。牛棒击球手，正常情况下的牛棒击球手，绘画后的牛棒击球手。魔法番红花，正常情况下的魔法番红花，绘画后的魔法番红花。突击竹兵，正常情况下的突击竹兵，绘画后的突击竹兵。激光皇冠花，正常情况下的激光皇冠花，绘画后的激光皇冠花。